罗。当罗一拍四方团，清定啊者国泰安。尊总统赖清德卡响着大锣，为安平在地四间宫庙来合作举办的民安吉庆南方游戏来开锣。十七号开始，一连三天暗时，伫安平林默娘公园有大戏演出。这嘛是安平在地宫庙庆祝着台南市老市长准总统赖清德，讲伊恐要来就职总统所特别规划。头一天演出是秀琴歌剧团所带来蟠桃大会庆状元，现场有超过两千人来看戏。准总统赖清德伫时阵是来讲，有台南乡亲支持，靠好多行到这步，除了是感谢市民之外，嘛感谢着四大宫庙安排。有大家支持。清了才有机会按国台立委市长到现在徛伫舞台顶，我用一个枪深深甲大家说多谢。另外嘛，要感谢咱安平四大庙吼，咱天后宫、观音殿、灵济殿、甲金龙殿，举办吼，因暗明仔甲后日暗时三场诶，即个大戏，一方面要来庆祝。台南四百年啦吼，开城四百年。另外一方面嘛，要来庆祝来自台南的总统、副总统就职，足多谢吼。伊市长嘛来讲，老市长赖清德将承担着重大责任，成为台湾的新总统。赖清德过去一路行来，市民是上清楚，伊嘛用着欢喜的心情，甲市民来分享。讲伊空了，大家爱继续支持着老市长。赖总统将欢喜的代志甲咱分享。咱是不是为下礼拜开始，爱继续支持咱的赖总统来打国政，好唔好？来支持赖总统，好唔好？而这三天的大戏头一天，赖清德嘛专程陪同乡亲来看戏。伫演出之前嘛，到喜事集来品尝着美食，甲大位的这店家来合影。而这三天的大戏，宫庙嘛请来着包括着安平开台天后，叫阿妈祖、甲安平郡王，佮有金龙殿的文财神，以及观音亭的观音佛祖、甲灵济殿的宝生大帝等神尊来安坐看戏，相当热闹。南天新闻台下安平采访报道。